那在上一集里呢，师傅提到心灵环保呢，第一个层次就是能够了解自己的缺点，肯定别人的优点。那在上一个层面呢，就是起心动念都很清楚自己的念头是什么。那么在上一个层面又是什么呢？让我们继续来请教圣严法师。师傅您好。陈小姐好。是，师傅您刚就是提除了我刚刚提到那两个层面以外，第三个层面，心灵环保的第三个层面是什么呢？是自己的念头还没有起来的时候啊，已经知道可能会产生什么念头，这是已经很细了。那自己往往啊，起了念头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念头，这是非常粗的。起了念头知道自己是什么念头，这有比较细的。念头还没有起啊，在心中，在头脑里边已经有这么一个力量要动，这个时候随时啊用方法，那随时就不见了。究竟要起什么念头？如果说是好的念头，智慧的念头，跟一种不好的念头以这个烦恼的念头啊，这个是非常清楚的。好的念头出来，以及烦恼的念头出来，自己是知道的。这起坏的念头，或者是不好的念头出现的，还没出现以前，他已经有一种预感，这个预知，这个不是啊，这个神通，而是呢，就是心里边会产生一种预先的反应呢、好像风，这个要大风以前呢、刮大风以前有个什么征兆会出现，是要下大雨以前有什么征兆会出现，在我们那个心里边也是这样子，这个心要产生一个什么样子的这个恶念头、不好的念头的时候啊，这个已经有一种征兆会出现的啊，这是一种感，也不能够没办法说出来是就什么样的东西啊。如果能够预先知道了，会出现什么？可能会出现一个什么念头，那随时就用方法给它平静下去。那我下边呢，我就要讲心灵环保的这个用的这个方法了啊。是。当我们呢在第一个层面呢，不欣赏的人家的优点，而只是呢挑剔，或者是啊这个看不顺眼，他人的缺点。这个念头一起，就告诉自己啊，我不慈悲啊，这个我不慈悲，为什么我专门挑剔人家？人人都是凡夫，凡夫的就是说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我们为什么要求人家是个圣人？不需要这样子做，人家也是凡夫，人家能够这个做一点好事，我们也觉得很好。那做坏事不是说应该，而是他没有办法。那如何能够帮助他这个好事做得更多一点，这是我们呢，这是慈悲心。那么对于自己来讲，自己没有啊觉察自己的缺点，而是呈现自己的优点，自己觉得夸赞自己，觉得蛮骄傲的啊，自己觉得我自己有很多少多少优点，但是自己的缺点自己这个一方面可能呢不愿意去面对他，一方面呢知道了以后还会啊掩饰他，这个时候或者自己为自己找一点借口，借口他这个缺点越来越多的，他的缺点呢是啊越来越大的，所以这个是个很危险的事。那自己如果说是不知道自己的缺点的话，而且知道优点的话，这是应该告诉自己，我真的不知惭愧，我应该好好忏悔，用惭愧心、用忏悔心来这个常常啊发现自己的缺点，不是说肯定自己的缺点呢、就觉得缺点应该保持下去，不是的。有了惭愧心以后，缺点呢会改善。那优点呢，你改善了缺点，这个本身就是优点了。这缺点只要少一分缺点，你的优点就会出现的。那师父怎么办？我觉得我常常都要告诉自己说，我不慈悲，我不知惭愧。对，就是这个告诉自己，不是一定要告诉人呐、
对呀、啊嗯，可是师父一讲了以后，我发现好像我都没做到，所以我好像会不会时时，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时时都会讲，我不知慈悲，我不知惭愧，这个是不是、这个、好还是不好？很好，因为如果我不慈悲，那你就你不慈悲，并不是说算了，我反正我不慈悲了，不是这个样啊。我不慈悲，我应该要慈悲，是这样子的。那对你的孩子，对你的先生，对你的任何人，在你面前的话，你如果你来挑剔师父，你我对师父不恭敬，真是抱歉、嗯。你挑剔你的儿女，你就说我说对你对你的儿女不慈悲，你挑剔你的先生，你说你对你的先生也不慈悲，你会这样子想。那下边的就是对你的儿女，对你的先生，对师父，你都会就改换一种更好的一种态度，改好的更好的一种更宽大的一种心来对待他们，不是更好吗？那如果说自己是不知惭愧，不知惭愧，那就改进自己的这个夸张自己的缺点了、夸张自己的优点这一部分就要改进了。那这个掩饰自己或者是借借口来搪塞自己的缺点呢，那会改进呢、啊。是，这个就是人品的一个提升。所以一开始虽然常常有这样的机会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慢慢这种机会会越来越少。是，是这样子。这个，就是心灵环保，这是心灵环保，目的是要提升我们的人品，人的品格会提升，人的品质也会提升的、啊、哈、嗯。第二个层次，就是在。发现自己的心念这个里边有一些杂念妄想，而且呢是恶念头，这个时候要提醒自己说自己的心是不清净的。自己的心不清净如何呢？怎么办呢？忏悔我应该忏悔这个念头不应该有、我应该忏悔这个念头不应该有。那时时常常发现自己有这种念头的时候，养成这个习惯呢，你这种不好的念头也会渐渐的减少，越来越少以后，我们的心地就会变得清净。是，谢谢师父开示。阿弥陀佛。那么从师父今天开示里面，我们知道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，自己的心是不是够慈悲，自己是不是知道惭愧，自己的心是不是够清净，那逐渐的呢，就可以提升自己的人品。提升自己的心理环保的层次，那么也欢迎你在下一集里面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佛法的智慧。